今天带大家来拍东京铁塔的私房景点。搭日比谷线下大门站走5分钟就可以抵达。风景的点可以安排一早，商店还没开门前先来拍美照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没有云，蓝天配上红色的铁塔一定很美。一大早过来没神人，这里一般也不会有太多游客。已经可以看到增上寺的鸟居了。每次来东京旅游，一定会来这里参拜跟拍美照。是不是超壮观的？前几年为了奥运还有整修过。这边早上也会有不少人，绕住增上寺跟至公园慢跑。
一进来看到寺加上东京铁塔，这画面看几次都还是很感动。每一个角落都是拍美照的好点，真的是可以在这拍到手软。二月是梅花的季节，盛开的梅花不输给樱花哟。增上寺真的是很棒的景点，除了欣赏东京铁塔，顺便求个好运。增上寺的范围规模也不小，可以走走逛逛。
后面有一区很萌的地藏菩萨，还有德川家康的宅可以参观。这些地藏菩萨是祈求小孩平安健康长大的。冬天如果下月，上头还会附上白雪，那景色更是迷人。大家参访记得也是要保有敬神的心哟。后方就是德川家康的灵庙，可以购票入内参观。
准备离开增上寺了。往后方走5分钟就可以抵达东京铁塔落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别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不用钱免费的了。想看我到哪散步，记得留言区跟我说。